同学大家好，这个次为大家介绍第八章，如何使用 Microsoft Word 二零一三。我们非常高兴再请到郭老师啊来当来助讲啊，我们请郭老师跟同学打声招呼。各位同学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空中与大家相见。今天的课程内容为介绍 Microsoft Word 二零一三，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课程，谢谢。 好，谢谢郭老师。好，Microsoft Office 2013，它是微软，好，也是 Microsoft 推出的一套办公室套装软体。啊，它之前的版本包括了 Office 2010、Office 2007以及 Office 2003等。好，那这一版呢，它增加了对于云端功能的支援，譬如说共同编辑等等。 并且提供平板设计的触控模式，啊，那 Word 二零一三呢？它是 Office 家族里面的文书处理软体，它提供了简易的操作方式，啊，并且使让协助使用者能够更有效的组织以及撰写文件。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郭老师来示范一下这 Word 的开始，好的使用。 我们谢谢陈老师的说明。接下来，我们来执行一下 Word 2013。好，我们来看一下电脑荧幕中该如何去开启 Word Office 2013呢？首先，我们看一下我们的电脑荧幕。我们通常会出现我们 Microsoft 主画面。那主画面的左下方呢，会有一个 Microsoft 的图案。而图案呢，这个就是开始按钮。所以，通常我们只需要将这个图。 按下去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些功能列表，而这些都是我们之前所使用过的软体。那我们要去哪里找到我们的 Word 二零一三呢？我们可以到第一个“所有程式”，“所有程式”底下，我们按下去之后，我们就可以去找有一个叫做 Microsoft Office 二零一三。所以我们点下去之后，我们就可以去找。 看到一个叫 Word 二零一三，而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要教导大家所编辑的软体。那我们把它点下去之后，就会出现 Word 的开启画面。而这个开启画面呢，它左方呢会显示最近所使用过的文件列表，而右方呢就会显示使用者可以选择的文件范本。那我们要如何？ 将把如果我们一开始进来，我们不要这些画面，我们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好，那我们就直接进入到 Word 的画面。首先，我们可以从档案这里会看到一个档案标签，开进来之后有一个左下方有一个叫选项的按钮。我们将选项的按钮点选之后，我们在一般底下就会看到右下方这里有一个。 这个应用程式启动时显示开始画面，我们将这个取消之后，就不会出现我们刚刚所需要的画面了。而这个功能呢，则因人而异，所以我们在这里就先不要取消。好，那如何建立 Word 文件呢？我们先请陈老师来说明一下。 好那我们建立 Word 文件呢？二零二 Word 二零一三建立新文件的第一步，我们就选择我们是否要用空白文件，或者是套用文件版本产生新的文件。所谓套用文件范本呢，就是 Word 呃为 Microsoft Word 它有提供一些常见到的好比较受欢迎的一些版本好一些样板好给我们使用。那有两种，第一种是空白文件。 啊，我们要建立一份新文件时呢，就按下空白文件，啊，然后呢，在另外一个就是选择范本，啊，我们当在开启 Word 二零一三的时候，啊，就是可以从图库之中选择我们要的范本，按下一些类别名称就可以查看这个范本的内容，啊，或者在线上搜寻更多的版本来使用。 好，我们可以选择一个你喜欢的式样，好，在点选建立的按键，好，就可以开始编辑文件的内容。好，那我们请郭老师帮我示范一下，谢谢。谢谢陈老师。好，各位同学，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电脑里面，从头开始，开启所有程式，然后选择我们的 Microsoft Office，然后找到我们要编辑的文件 Word，是今天所教的是使用 Word。 所以我们就看一下，我们可以看到刚刚陈老师所说的，右边有我们要的空白文件，或者是依据使用者所需要的去选择你套用的文件范本。那我们今天就启用空白文件来为大家做说明。好，我们空白文件可以直接点选左键，或者按右键，有一个建立的按钮。我们将建立按钮点选之后，就会出现。 我们的 Word 编辑文件的内容，而这一个文件的内容呢，就是我们所开始编辑的地方。好，那操作界面呢？我们先请陈老师为大家说明一下，有什么操作界面呢？啊，各位同学大家好哈，那谢谢郭老师的介绍。那我们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二零一三的界面呢，好，就在 Word 二零一三画面秀出来，编辑画面秀出来之后，我们可以分成十个部分。 来分别为各位同学介绍这四个部分所表示的意义以及功能。第一个是快速存取工具列，就是在画面中的左上角，啊，就是 Word 画面中的左上角。第二个呢，就是标题列，啊，标题列就是最上面那一横杠，哈，那那个画面的横杠表示的最主要是目前档案名称。第三个是档案标签，啊，档案标签的话就是，呃，Word 最上面有。 有十几个标签，好，分最左边是档案，那再来是常用的功能等等，好，这些群组。第四个呢就是功能区，啊，那接下来就是文件编辑区。文件编辑区呢是最明显，就是中间的空白的部分，啊，就是刚才郭老师帮我们编辑的，就开启的一个空白档案，啊的最中间，啊，就白色的部分就是文件编辑区。 那状态列呢？状态列就在我们画面的左下角，好，就你开启 Word 之后，左下角的部分它会显示出目前你文件是在第几列啊，好，第几行啊等等，好，那接下来就是检视模式是在整个画面的右下角，好，它标示出因为 Word 2013提供多种检视模式让不同的人使用，好，所以说我们可以在右下角知道我们目前有哪些检视模式可以用。 还有目前进入是哪一个检视的状态？啊，那另外呢，还有显示比例的工具，也是在这个状态列的，也是在检视模式同一侧，也是右右下角的地方。啊，那就是告诉你，当你文件觉得不够大的时候，你可以调整这个调整棒，好去让这个文件放大，或者说你觉得这个文件显示的内容太少，你可以让它缩小。好，那接下来就是尺规。 尺规分别是在画面的最左边以及最上缘，啊，它分别标示出这个文件目前的这个长度的单位，比如说是以公分还是以英寸，啊，并且告诉你这个這一这份文件目前的周边的留空白的部分是多多宽，啊，多长。那最后就是卷轴，卷轴就是 Word 二零一三最右边的地方，你可以操作滑鼠去控制卷轴。 啊，跳到你所需要的这个 Word 的页面。好，那所以说，接下来我们在，我们就请郭老师为我们一一介绍这些功能的使用以及它的这个位置。好，谢谢陈老师。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画面。刚刚陈老师所说的这些操作界面呢，分别位于何处呢？好，我们首先看一下陈老师刚所说的第一个快速存取空具列。 它位于我们荧幕的左上方，就是这一小排的部分，而这一小排的部分又叫做快速存取工具也就是让使用者呢依照自己的喜好，能够设定自己所常使用的功能，而把资料功能呢放置于此处，让之后要使用的时候呢可以快速去操作使用。而该如何去控制这一块的资料的增减呢？我们稍后会做说明。 好，那第二个刚陈老师所讲的标题列，也就是这个区块，也就是我们文件的最上方。而这个标题列呢，通常会储存你的档案名称，就会显示在此标题列上面。那第三个档案标签，档案标签呢，就在我们也是左上方的部分，有看到档案的索引标签，这点下去呢，就会出现一些档案的功能。 我们稍后会再做说明，这就是档案标签。第四个呢，就是功能区。功能区呢，就依照你所选的一些索引功能，下每一个索引功能都有不同的功能，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依据我们所选的不同的索引功能呢，下面的功能区这些就会出现它，它依据它的索引来出现不同的功能。好，那第五个叫做文件编辑区。 文件编辑区呢，也就是我们所要编辑文件内容的地方，也就是我们主画面的部分。而此区呢，就是我们文件编辑区。我们可以在文具编辑区里面呢，去输入我们所要的资料和文字，以及图片等相关编辑档案的内容。好，那接下来第六个所谓的状态列，状态列呢，也就在左下方处。 这状态列呢会显示说你目前文件编辑到第几页，或者共同总共有几页，或者你已经编辑了几个文字，甚至是你的语言，它也都会显示出来。好，那第七个就是检视模式，检视模式在右下方，右下方呢你可以依据你所需要的，像我们滑鼠点下去之后，第一个是阅读模式，它就会切换成阅读的模式，那第二个呢是整页模式。 就是我们原先一开始所看到的画面。那第三个呢，叫做 Web 版本配置模式。点下去之后呢，它就会呈现 Web，也就是网页的画面。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第八个就是显示工作比比例。显示比例的工具呢，就在我们刚刚的检视模式的右方，我们就可以依据我们所需要的大小，可以去将文件做放大或者是缩小的功能。 那基本的功能呢，正常都会在百分比一百的模式底下做编辑的功能。好，那接下来呢，也就第九个是尺规，尺规位于文件的左方，也就是这一块，或者是上方这一块，都是尺规的部分。那第十个就是卷轴，卷轴在文件的最右方，我们可以依据文件的长短来进行卷轴的长度的编辑。 往下拉就可以看到下方的文字内容，往上拉就可以了解上方的文字内容。好，那接下来我们请陈老师再说明一下何谓档案标签。好，那谢谢郭老师的介绍。好，那档案标签呢？哈，就位于这个呃 Word 画面的最上方。好，它的标示目前你所所在的这个功能群组是在哪一个群组里面啊？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进一步介绍这个检视模式，好，检视模式。那检视模式呢，在 Word 二零一三，它提供了五种不同的方式来检视这个文件，好，包括了阅读模式、啊整页模式、Web Web 页面配置、大纲模式等等，好，刚刚郭老师有替我们稍微介绍一下，好，那使用者呢可以根据文件的内容。 与工作的性质需求，选择着适合适的模式来进行编修与检视文件。好，那使用者呢也可以直接以滑鼠点选刚才这个右下方啊状态列右方的检视模式切换按钮，好，将检视模式切换为阅读模式、整页模式或 Web 配置的模式。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请这个郭老师来介绍一下。 为 Word 文件的处理，包括开启文件、关闭文件、好储存文件，好就是储存文件，包括直接储存就储存最新的状态，或者说我要另存一个新档，好这两种。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呃，二零一三有个蛮新的功能，就是它可以把 Word 档案储存成 PDF 的功能，啊，那 PDF 呢，就是我们最常看到的。 这个 Portable Document Format，啊，那存成 PDF，跟以往你要将 Word 的文件变成 PDF 档，还要下载一个 PDF 印表机，好，这种方式来的简单而且方便多了，啊，也就是说你要制作 PDF 档案，你就不用再用印表机把它印印成 PDF 格式，你只要另存新档，好，选择 PDF 就可以了。 好，那最后呢，还有一个列印的功能。好，Word 可以用档案标签中的列印功能，将文件列印出你所要的格式，好，以及版面大小，啊，还页数等等，好，可以让你就是自由操作。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请郭老师帮我们介绍刚刚这几个部分。好，好，我们谢谢陈老师的说明。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刚刚陈老师所介绍的第一个，如何去开启一个文件呢？好，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投影片，荧幕中，通常我们的档案，我们的档案所以底下，我们先按下去之后，就可以去看说我们最近有没有使用过的档案。我们可以从开启旧档这里来看，第一个就会出现最近所使用的档案。 而我们在右方就可以看到我们最近所使用的这些档案，我们可以依据我们想要操作的档案去做点选，将档案开启。而这里没有我们要的档案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去开启旧档里面去新增位置，去找我们要的档案的位置，或者是从电脑里面去找，按浏览就可以去找我们要的档案的位置。 那比如说，我们的档案呢，目前我们有一个脚本想要把它打开，所以我们就开启零九这个脚本之后，就会开启我们要的编辑的档案内容。而这个档案呢，我们可以在档案的索引里面看到一个资讯，我们可以把它设为保护文件，或者是检查文件，甚至去检查这个文件的版本为何。好，那接下来我们再回去看一下，我们的档案既然开启之后。 我们想要去检视，而检视刚刚陈老师有讲，我们的检视模式呢，有分为阅读模式，在检视索引底下的第一个为阅读模式。我们下点选下去之后，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检视的模式做了改变，而 Word 帮我们解改变为阅读的模式。然后我们如果不想要此模式呢，我们可以在右下方点选整页模式。 来做取直接做取消，就会恢复到我们的原本的整页模式。而整页模式也就是我们刚阅读模式右方的部分。那如果我们现在想要编辑的是像网页的版本呢？我们只要将在右方的 Web 版本配置点选下去之后，它就会变成另外一种叫 Web 的版本配置模式。而这个是提供在 做网页编辑的时候所使用的，而另外呢，还有一个叫大纲模式。大纲模式就有点像是在做重点的整理的部分。我们可以依据我们的文件内容，把大纲呢编辑出来。那如果我们要离开这个模式呢，我们可以在上方有一个关闭大纲检视，点选下去之后呢，就会回到我们的整页模式的部分。好，那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刚刚还有一个叫草稿模式。 草稿模式呢，就可以让我们编辑草稿所使用。所以，当我们的文件想要做成草稿的部分的时候呢，我们就点选草稿模式。而我们草稿模式要如何退出呢？我们只要点选整页模式之后，我们就可以退出我们的文件内容了。好，那接下来我们再请陈老师来为我们说明接下来的部分。 谢谢郭老师详细的解说哈，那我们我相信同学应该有一个很具体的概念。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讲在 Word 在 Word 里面还提供了一个这个视窗操作的功能。何为视窗操作呢？因为通常哈，在一般专业的文件编辑过程中，这文件通常是上几十页甚至上百页。那有时候呢，我同时需要看好几份同一份文件中的好几个部分。 那这个时候我就不可能一次开好几个 Word 档，为什么呢？因为你开了好几个 Word 档，哈，万一你去编修了其中一个档，这些开你这些开起来虽然是同一个档，但是你修改了之后，可能会造成这个文件彼此之间不一致或不方便的情况。那所以说呢，Word 就提供了所谓的视窗操作的模式，啊，当 Word 编辑一份很长的文件的时候呢？ 可能会遇到某些曾出现过的资料找不到在哪里啊？因为文件太长了啊，或者在检视两份文件做比对的时候，譬如说一个是新版本，一个是旧版本，我想知道新版跟旧版之间到底有哪些差异的时候，我需要轮流切换视窗。好，那轮流切换视窗的话，Word 就提供这个方便的功能好，它可以多提供多种多像、多项多视窗的。 功能好，帮使用者能够处理这些情况，好，包括同一份文件不同的地方，好，可以同时观看，还有不同的文件，我可以用不同的视窗来做比对，好，还有呢，就是同一份文件我要搜寻，就是我要搜寻一些关键字或一些搜寻一些特殊的文件，我呃部分的时候，好，它同时会出现文章出现在文章好多部分。 这时候我们可以做并排显示的方式，好，那所以说我们请郭老师为我们示范一下这些功能如何实做，谢谢。好，谢谢陈老师。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刚刚陈老师所说的如何做并排显示的功能。好，一样的，我们回到我们的画面底下，好，我们把我们的档案打开之后，我们会从检视的部分。 检视索引的部分，我们会看到有一个叫“开心视窗”，以及并排显示，还有分割的功能。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三个功能的作用分别为何呢？好，我们点选第一个，就是所谓的“开心视窗”。点选下去之后，我们会发现我们的视窗刚刚是脚本零九脚本二，现在变成零九脚本三，有没有发现？所以，我们发现我们的视窗又多了一个。 画面出来，也就是多了一个一模一样的文件。而如果我们并不需要使用到一模一样文件我们就将右方的叉叉叉的图案按下去之后，就会关闭，就会回到我们刚刚的文件的脚本内容。那第二个什么是并排显示呢？并排显示呢，我们也是点选下去之后，我们就可以看一下并排显示。 会发现说我们的图，我们的档案呢会出现，也是另外一个，而它会覆盖到我们原本的档案底下，所以我们必须要缩小画面之后，就去看到说并排显示底下也会出现一样两个不同的档案，一样的档案，而有不同的档案内档案名称，也就一个也是一，而第二个是二。 不同的档案名称。好，那第三个呢？我们按一下分割，分割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分割会将我们的整个画面分成两块，两个区块。而这两个区块是做什么用的呢？比如说，我们上面有一个资料是要看一下我们诶如何去开启我们的 Word 文件。可是，在这个资料底下，我们又想去看说。 我们想要去知道说，因为我们要怎么去对我们的文件是针对它的文字大小做编辑，所以我们就一次就可以开出两个文内容，也就是说，一样的文件里面我们可以开出两个档案出来去做编辑，去看一下我们的档案上方跟档案下方的文件的内容。而这个主要的功能呢，也可以拿来做资料的核对使用，也就可以核对说我上方的资料呢。 的内文跟我们下方的内文资料是否是相符的？如果是相符的话呢，就表示我们的编辑是正确的。而我们该如何把它移除呢？比如说，我们已经确定我们资料无误之后，我们就可以按移除分割，按下去之后，它就会恢复到我们原本的文件内容。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刚刚所说的尺规的部分。 尺规的部分呢，通常一开始点选进去我们的 Word 时候是不会出现的，而我们如何将它出现呢？我们必须在检视的索引上面，去把尺规的部分点选下去之后，它才会出现我们的尺规的功能，而这样子你我们才可以继续对我们的文字呢去做编排的效果，我们可以做缩排或者是恢复成原状的效果。 而如果我们想知道说我们的文字呢，它的文字是否有在，是否有在我们要的格线上，我们就可以看一下，按下去格线。我刚刚所按的格线之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内文里面出现了许多横条纹，这有点像我们的记事本一样。我们就可以知道说我们的文件是否有在我们所需要的格线上。而当然，如果不需要此功能呢，我们就把格线。 按下去之后，我们的文件背面呢就没有所谓的横条纹出现了。那我们刚刚也有说到说，诶、欸，我们的显示比例，我们可以把它点选来看。我们刚刚如果说我们想要的比例呢，我们一直调不到右下角，一直调不到我们想要的比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按显示比例，然后我们可以进行比例，直接输入我们要的比例的百分比。比如说，我们现在改成九十。 我们按下去之后，按确定，我们的比例就可以依据我们所需的比例来做调整。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如果我们要怎么回复到我们原本的比例，我们只要将这个百分之百的比例点选下去之后，它就会跑回我们要的比例。好，那以上是我说明，那接下来再请那个陈老师来对下一个功能做说明啊。好 谢谢郭老师详细的说明哈，我相信各位同学应该有，应该对这个的具体的操作方式应该有概念了哈。那所以说，我再把那个郭老师刚才讲的这三个部分，包括这个开心视窗的部分，以及并排检视的部分，还有这个分割的部分，再说明一遍。哈，首先开心视窗的方式，我们会再开启另外一个与目前工作视窗相同内容的新视窗啊。 让使用者呢可以检视，呃，同时检视文件中不同的部分，啊，那各视窗的标题列上面会自动加上编号，用来区别这些视窗的先后顺序。那第二种就是刚才郭老师提到的并排显示的方式，就是我们切换到检视的索引标签，我们使用并排检视的指令，啊，就可以同时开启两份文件。 啊，这两份文件是不同的啊。那以左右并排的方式啊，做视窗的分割，好，那方便使用者做不同文件之间的比对啊。那第三种呢，好，就是我们可以在这个检视的索引标签中使用分割的指令啊。那我们就可以将目前使用的文件的视窗分割成两个窗格啊。在分割的窗格上面，我们可以检视。 同一份文件的不同部分，啊，那只要滑鼠移游标移动到哪一个分割处，那它上下移动就可以移动那一份文件的这个内容，啊，就可以我们也可以那个任意调整那个分割的大小，啊，在任意一个窗格进行文件处理工作，而所有的变更，比如说你增加文字或删除文字等等，都会在都会反映到其他窗格之中。 因为它们是同一个档案，啊，那如果要移去分割视窗的话，我们就移，选择检视这个索引标签，啊，点选移除分割的指令，这样就可以把分割视窗给删除了，啊，那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为各位同学介绍到这边，谢谢各位同学的收看，再会。